本地再添407起新确诊例，教育部证实确诊染病的圣安东尼女校中四学生相信是在阻断措施期间感染。本地银行携手福利团体推出全国最大的虚拟友伴计划，预计上千名年长者将从中受惠。父亲节将至，本地商家积极推出相关主题商品刺激买气，弥补因阻断措施错过母亲节热潮的遗憾。别错过狮城6:30。